广播吸引民众前来购买水蜜桃，这是在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的一楼空间。许多路过或是听到宣传的民众，都纷纷来购买品尝。很好吃啊，很甜。以前都买比较多了，今年因为现在人口比较少了，所以买少一点。看到有水蜜桃，我就来看一看了。那马夏的我没有吃过，我是吃那个拉拉山的，那马夏是第一次。 可以来尝鲜一下。对对对。现在正是高雄大马夏水蜜桃盛产季节，高雄市园民会特别安排在市府闲置空间或是餐厅外摆设摊位，帮助桃农提升销售量。销售会比较好，就比较好卖。如果说你一直在山上的话，没有什么游客啊，因为我们那边游客比较少了，所以我们都是拿下来，要有一个定点这样子才比较好。 比较好消出去。那么，大马夏是全台最早出产水蜜桃的地区，口感清甜，果肉绵密。在高雄市园民会的协助下，民众不用上山，远到大马夏就能在市区买到新鲜现采的水蜜桃。原记者曾大 Q 高雄凤山采访报道。